飘来一个大大圆，三个个进了天要出圆满，刮风下雨下雷声花。不佛像，骑白马挂呀桥，三个个吃了八路军的粮，又想。家看姑娘花海呀，大日本就顾不上。你们说会唱，说会唱，我给谁吃？骑白马，跨呀桥，三哥哥吃了一个八路军。节奏不对，来你说。又想回家看姑娘花海呀，大日本就顾不上。给我打，给我打，给我打！师傅，哎，我来看你来了。爷爷叫我们抬呀，哎呀。都听话着吧。听话着呢。滚蛋。我来了，来走家来哦。师傅，今儿咱爷俩合上两盅。你是又想偷我的蛐蛐来？好，好，好，合上两盅，走。师傅，您要是觉得不好。我就不去了。哎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好，想去你就去吧。三四个岁的娃娃，李老师也能教化了。可是我进了城，就没有人照应您了。不怕，那身体还好着呢。这村里也人多，有人照应了。那我就经常回来看你，娃娃。可是你要记住，咱这三圈圈是常给那山山毛毛、狗狗擦擦。你进了城，对着那水泥一个大洋楼房，可千万不给他唱的，跑了调，走了音，变了味。爷爷，你就知道了，我进城不光是为了挣钱。其实挣钱也没什么不好，记住，有了出息，千万不敢饿着他家穷狗狗。好，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上午好。好。今天呢，是我们金羽翼。演艺公司开业的大喜日子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公司的开业庆典。对于大家的到来，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接下来呢，有请我的好兄弟，著名的陕北民歌手马鹏给大家献艺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来，掌声鼓励。苏西拉嘛一嘛呀，哦嗨，日本那个。
早把呀个啦来呀哎，开门的大姐啊，那走来嘛一嘛呀哦哎。金羽翼演艺是咱自己的公司，也是你们同校成功的大猛。你老板我活多门路广，钱到我这儿，保管你们大把大把的挣钱。你把你包装成著名的摇滚歌手，你送你到大牌综艺，还有你给你出张专辑。不过呢，你们都不能当头牌，咱金羽翼最大牌的艺术家就是我的好兄弟马聪。